标题改一下。下下。下我们的校长还没来。校长，校长迟到。有啦，校长的头在上面，体谅他。校长头在上面，头没有迟到，校长衣服好像又按照清掉了吗？你又自己把它清掉了？啊，你的衣服没了。我好像找不到我的衣服在哪。哦，没事，找到。校长，校长不要不穿衣服啊，校长。吓死，真的吓死我自己。校长带头裸奔呢、欸？先不要。好吧。我们今天大家只能裸奔啊！不要。啊真的要了啊！真的，你都这样说了，都有人这样说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那我觉得今天会有就好了，今天会有很多意外发生哦。也是啦，我觉得有可能、哦。我觉得下一次大家都不用领上线奖励了。我也觉得好像，我觉得我今天就待在村庄里面好了。我也是，我只想在家里了，不想出门。大家都要当宅宅了。我要实施自我隔离哦，大家想想。隔离，就慢慢隔离哈。慢隔啊，慢隔。不要啦，不要碰笑我啦。我来了。校长来了。校长来了。抽开了啊！来了，开了。我，你怎么？你还没开？你还没开？但校长你怎么红红的？冒红烟。我开了啊，为什么？你怎么红红的，校长？我红红的。是不是沙子会掉特别石头啊？等一下，为什么周边有泡泡？是夏天到了吗？夏天，夏天到了，没有啦，立功啥？没有，夏天到了，八月到了会要红红的。哎，小雨说你流汗变红红的啦。哎呀，小雨刚刚有讲过，没有，这不是前面你看，不知道，离开的人是否有点不太对？哎呦，好啦，今天原本是要来开放我们的副本嘛，但是因为时间有点赶，然后刚好有客人来我们家玩，觉得是因为那客人关系啦，对，我错了，还在甩锅。所以我们那个呢也做到一半了，还在 debug， 可以看到上面已经有东西了，但目前不能玩。那就先来发个钻石。所以上一次是要找酱油要找，不是？我自己扣掉三颗。我记得有一个人少啊，我记得有一个有少，不知道是小雨还是酱油，忘记了。可是我是被他打死的。啊，小雨，知道吗？你们自己去调哈。我不进球了啦，我觉得你少一颗啦，没关系，你就把那。现在还是要好好活着啦，对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要许愿，我被他拒绝走了，我帮你帮你们敲钟啊，敲钟解散啊，解散了，哎，离开这里了。这里有没有空地呀、啊？我需要大空地。那个啊，那个小巴旁边、有夜。小巴，小巴在哪里？啊，有夜妹，我要去睡觉了，不然好吵。这轻松塔还有吗？这轻松塔还有吗？对啊，轻松塔今天会开。轻松塔有。好，等一下我要进去下，我要先睡觉，不然好吵。你搞搞。我直播卡了，因为你卡卡的，不知道怎么，整个大爆、啊，会不会是下雷雨的关系？啊，有可能，因为今天其实很难得，就突然一直下雨，你知道吗？封面啊，有那个封面，有封面，对啊，台风不是弹开了吗？弹开外围啊，对啊，它就只有最外围的部分、啊，这就是叫台风尾啊，台风有妖，扫到台风尾。真的扫到台风尾最可怕了。我昨天就在想说，为什么空气整个都湿湿湿湿的，对不对？结果没想到今天就是。我原本以为是我太久没回台北的，就是湿气比较重。对，你才差一点点，应该没差多少吧？没有，我后来坐车回来之后发现不对，回到桃园还是一样，它就是快下雨了。哎、欸，有人说酱油要少一颗、欸，哎，
啊，对，酱油少一颗，是上一次酱油死掉一次，酱油有死掉一次，是不是？酱、哦、油、啊，我跟你讲，这种自己问观众最准的，他们都会记得、哦。大家最记得，好像是杰克砍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没有啊，不是我砍死的、欸，不是哦，我还没捡到那个金块，我不记得了，我还没捡到，可以提醒我一下吗？而且反正他们就说酱油少一颗就对了、啊，而且我这边没人提醒我了，他我们这边会有观众帮你提醒，我们这边有纠察队，对对对，我们这边有小天兵，小天兵，小天兵，小天兵。是有谁没睡啊？我在睡啊。要睡觉，要睡觉，要睡觉。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到。一下，两下，感谢。好，直接到，快到了。我终于不是最慢的了，最后一个了。哎，对，那个通知几个有睡觉，那是不是关掉了？糟糕，我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坏掉了。就刚好加那个系统就没了。对，下来。哎、欸，小啊，早上啦！哎、欸，那我要用一个钻石来许愿。你为什么许愿啊？我要丢到我的许愿池里面。哈哈，然后再把它捡回来。然后再把它捡回来。哎、欸，我钻石变好少，我没办法买满三次、欸，哎，怎么回事、啊？买两次就好了。啊，没有，你可以等看，啊，你可以把一个名额卖给别人。哦，然后呢可以平分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揪团包彩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有谁要跟我一起合作啊？谁要跟我合作啊？我有一个名额哦，我先只买两个。包彩。四个。啊，那就我跟杰克包啦，哎、欸，那我可以卖名额吗？你就赚很多。我不想买，可是我想买。你想手去掏吧。哎、欸，这个箱子里面要有三组嘛，对不对？你刚开始、啊、对，这60是你刚丢的吗？我刚刚有丢三十个，然后里面本来就有一个三十个，不知道是谁。没有，是他、那个音乐圈的，对。好，那那个杰克，你包牌，你要包哪一个？一条。我觉得你包啊，一条。哦，好吧，那一样放我的头哈。好，OK。我放我们两个人25啊。放30颗、嗯，大家都很会做生意啊。我要放一个三角小嘛，因为任务有新的嘛，那个设定全部都跑掉，也还没有，还要重用。OK， 没问题。这啥？哦，这是去某、那个的地方啊，还是这样子，这样应该 OK 吧？好啦，我来看看地形啦。啊，小雨，你说的是现在外面一大片平原这边哦？应该这样就好了吧？不是啊，那个小巴旁边呢，在里面城墙里面。那是平峨吗？里面，我看找一下。对啊，树跟小巴的右上角。小巴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小巴那个大街你不知道？哦，不行，小雨这边太小了。哦，太小吗？后面那一块、欸，不是，小巴再过去、欸，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伐木场左边呢？对啊，小巴后面，后面嘛，对啊。这里的话可啊，感觉可以，那我来这一块。对、啊，那一块大概是这个城墙里面仅存的大空地。真的，什么都没了，只有大块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一直到退路啊？退路，不断的回溯、欸，哎。好、哦，你卡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我 OBS 我刚刚传到下面以后，我又突然飞回上面，然后你是被别人按的，哦，那是被人家传的啦。你看没有，还有我还没讲完，然后我走出来以后，我走出来一段路以后，我又突然送回去。哦啊。我觉得你可能是伙伴，你网络起怎么了？对，你网络。还是你看一下那个。这个要在马田帮我用才行耶，对啊，看看你的灯的呀，哈先生，嗯，哎，怎么了？这样好一点吗？你怎么守着那个按钮？没有，我在看拉面，我没有，我刚刚是刚好在正。好，因为你可以把人心想的这么险恶，那个筛选没有，我就看他看着那个按钮，不知道。现在我觉得哈进的话，嗯，有可能。你吗？你吗？是你帮我弄上去的吗？这样嘞，那其实不是杰克的问题啊！哎呀呀，杰克为什么不能把影月旧的那个踢掉？我问认真的啦，不要不要大。你说那个拉，就拉面的群组里面，影月有一个踢不掉哦，旧影月，对，旧影月，因为影月有神力吧？旧影月哦，旧影月哦，旧影月哦，有神力哦。
耶！没办法、欸，师傅要盖哪呀？啊，没有啊，就那个啊，小八后面啊。哦，小八在哪？我在小八真的对，小八后面要有一块。可是我后来发现我材料有点不够，我要先踩一下。师傅，我来帮你，不然我有点没有目标。那你帮我踩资源好了。好啊，你要虾米啊？各种木头都可以踩。就这样会爆哎、欸，爆麦哎、欸！那有什么问题？我要出去玩了。压缩器。你不一定要出去玩吧？筛选。那有什么问题？那我先出去玩喽。哎、欸，帮你踩吧，没问题，我先去玩喽。啊，我玩完回来有趣再说。哎、欸，玩完回来我就会有很多素材啊。啊，这样好了嘛？应该好多了，对不对？继续哦。啊。哎呦。有没有继续？哎呦，继续冲啊！继续冲起来啊！冲起来。然后有冲，有冲才有机会哈。对啊，代表在赢啊，没有去了。是说我发现这个种树区，大家是不是砍完都没种回去啊？哦，谁？有好大一片，就有大概一半都没有种树哎、欸。抓到那个已经三级了。对，好可怜啊！我去帮忙，我去帮忙还原一下，还原吗？还原一下，还原，还原一下。先不要，有点可怖。还要 boss 哦。哎呦，有人终于记得开麦啦、哦！不是啦，因为他们说的声音比较小啦。啊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刚刚没开到麦。没有，是音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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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音乐刚刚没开麦。刚刚没开到麦啊、哦！哎呦，在风车那边哦。哎呦，你们风车走、哦。是吗？去打他。风车吗？有吗？往那个地方走是吗？两百往那个方向。往那个方向走啊。OK， 要到了再跟我讲。我是看到了，但是我没看到了。啊？哦，我怎么没看到发光物品的东富士200，对吧？200，小苦，他爆炸了！他爆炸了！他爆炸了吗？他爆炸了！精英小苦准备爆炸，三二一，然后没有啊，苦力怕啊。苦力怕、啊，我看到他发光的苦力怕、啊、偷射在哪里？偷射下面 啊, 啊，下面呢、啊？下面呢、啊？爆炸攻击下面下面，哎、欸，可以看到 KTV 我 KTV 我 KTV 我，我就看到他了。我的发光到底怎么了？你发光之类的哦，有了有了哦 ，OT 放的关系。OT 你用哦，你又用哦，你用哦哦。我看到了看到了，菲菲，我好可怕。菲菲。谁肥？断带，肥肥，断带，肥肥，断带，回回，回回，哎，不要爆炸了！谁？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那我下走了，那我下走了，来追谁？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！不是有人射我，是射你？谁？小坏坏，杰克吧？就是我，没有，不是我，才刚射而已。杰克又射的，我是他繁星的屁屁。好，好，好，头颅是我的，所以是我的，耶！耶、yeah, 哦！你为什么刚刚内格一下？你怎么了？是我的耶！耶耶耶耶！他在想感言啊，要感谢他爸爸妈妈，让他能够抢到这颗头颅。哦、对，抢到这颗头颅，也太感谢了。我彩券还没放。谢谢爸爸妈妈，让我拥有了这颗头颅，太棒了！到底哦，导游你在家吗？我不在，我在隔壁而已。我在隔壁哦。我看到风车了，在隔壁而已，就没有很远哦。刚刚没有看到啊，我就说往风车那边走。哇、哦，怎么打、啊？哦，我完全状况外耶，听他在讲。好、哦。为什么按 I 它不会开包包？奇怪哦！哦，还好，你装整理包包哦。按 I 打不开包包，奇怪嘞。哦，阿克吗？阿克吗？你是要去找你吗？你其实是 ARK 中毒了哦。哦，干嘛呢？有安利啦 ！ARK 包包是不是安利？干嘛呢？哇，第二百！冲击！再来！你的话，几率有点低啊！七起来！你七冲成功了，现在就是你就是全是这个地方最富有的人了。对啊，没错，最幸运的人了。现在我们两个是并驾的，我们现在是并驾的，你知道？对，你要超过他啊！哇！团团、啊、的阴谋，团团的阴谋，给你
是我们最富有的。好难说。这样，现在这样子就没有人可以跟我抢啦。哈哈哈！阴谋，三人的阴谋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是要选择师傅还是夸师傅的笑声呢？身为一个徒弟啊，那我应该要这样。师傅，我觉得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对了，你刚刚笑得更好听。太爽了！哎、欸欸、可是我看那个动画啊，那个什么电影啊，有的没的，里面的徒弟都是师傅的脑残粉哎、欸。对啊，所以你要当脑残粉才对啊。哎、欸，我没感谢到你们，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啊？我蹲着好帅哦，走路跌倒也好帅哦。蹲着是怎样的？因为我觉得没有。而且我看过最蠢的一个动画是，就是他师傅在拉毛小奈的，然后他开门进去以后。然后结果他师傅就默默的说把门关起来，他就关起来以后在外面说：“师傅，你拉毛厕的样子要帅哦。我”我还是等关台后好了，因为这一段好像不好剪。是吗？真的是有事吗？我觉得好笑哎、欸。他要不要说他连拉出来的大便都是香的？好，Oh my god！ 你不要提大便，我会想到小夫。好好好好，不要了，我不知道这个啦。啊，你不要幸运。小夫，我进来喽。不要啦！先不要，先不要好吗？先不要。那个真的怕爆。我跟你讲，你是加七哦，哦，加七其实就很快了啦，加七真的就很快。我都是打算冲加七而已。虽然你加八会更爽啦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了，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。哎，上不去啦！为什么会上不去啊？等一下。啊，我不是只是幸运而已吗？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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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了有了。你是同一把搞吗？六就很够了啦。你是同一把吗？同一把啊。哦、oh. 哎呦哎呦哎呦，运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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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可惜关键的地方就开始、哎、挖矿挖起来，上去啊，怎么下来了啦，上去啦，哎、欸、你钱要留下，要骂一下，没有可能还在摸玻璃，钱也太多了吧、他上次是得主哎、欸、哦、oh, 对，他上次运彩得主啊，对哈、哦、对啊，哎、欸欸、我觉得允月，你要不要先把你幸运冲到你要的，再去冲效率啊？我觉得还好。嗯，不要听他讲话。没有，我这是诚心建议，好不好？不然你看他刚效率冲到加七，然后结果又爆炸。好，恶魔的泥人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真的是恶魔泥人。上去，好了，这一次是很那个的，好吗？哎、欸，请问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开放银行之类的？可以存？你要你说利息吗？我们的银行不是借符合吗？不是，是说可以存利息之类的。对对对，会变多的。我觉得定存有没有？这感觉会富者越富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富者越富，穷者越穷。这个就是 M 型社会会开始这样子了、欸。不会、啊，可是我觉得我们每天都会有饿死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如果不拿去抽，比如说下次，然后你就多两颗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哦哦，就不多花一点点。你说调那个利率低到爆炸，跟现在一样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哦。那存的有什么意义吗？存的你就可以慢慢，至少不会大家那个疯狂全部花光的时候，你还有一点在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人家走的很远，因为存到我这啦，哎、啊，不要，没有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也可以存在我这边啦，我会帮你妥妥利用，真的。不相信你们，怎么可以不相信我啊？我是谁啊？你刚才怎么了？你刚。你刚才害雨月，完了，师傅，我们的教名叫什么、啊？我们教名还没有想呢。哇，你们创立那么久还不知道？对啊，还不知道名字。每天都要问人家要不要入教，然后有一天就哎、欸，所以我们的教名是、欸、名字是什么？对啊，啊我们教名叫什么呀？笑死！团团师傅教，睡觉。King Kun 呐，我觉得就应该选那种是那种狂霸拽的名字，狂霸拽团团叫，狂霸拽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狂霸拽哪里啊？我听见，我听了什么东西？哦、啊，对，以前不是有那种爱狂霸 A 小煞爱那种。哦，有有大气 A 大气 A 万煞气 A 某某某万，你好像很强哦，好像很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之前那时候我玩游戏的时候，我旁边人全部都叫万，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字是什么字，
嗯，然后我就不会念，我就跟他们说那是什么字啊？他就跟我说，我不能跟你讲，这样的话就会有越来越多人取跟我一样的名字了。什么鬼啊？怎么怕被取啊？那搞不好刚刚才学到的，不能透露出去。对啊，真的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名字是那个吧？你们知道那种三点水加一个焦，它不是叫小吗？哎呀，对，那个字的意思不是很好。可是那时候我玩游戏的时候，我周边的人一堆人叫什么小梦梦、小欧欧，还有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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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这太霸气了，该喊一下了，太霸气了。而且我周遭就很多人叫什么，假设以我们这群人来讲，就是小酱酱、小团团、小洋洋。之类的，什么鬼？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哎，这个字不是意思没有很好吧？怎么一堆小来小去的？意思不好啊？也不是不好，小来小去。我觉得你讲的很开心耶，太对。我觉得很好笑。那时候，因为我那时候跟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小的意思吗？他们回我说是狂霸酷拽屌的意思。我说哇哦，原来如此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越听越不懂，是不是又学到了一个？八加九很厉害。没有啊，就是觉得哇，这个名就很酷。什么？大家平常不会才用，我拿来用就超猛。是我听错吗？他说什么甩屌？狂霸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嘞，哦酷拽酷哦拽屌，酷炫拽，对对对。想说，我只想说也太狂了吧！哇，今天测速是否有点快？酷拽屌啦，不是酷酱油，酱油，好好讲话。我永远记得哎，因为那是我国中的时候发生的事。然后那时候他们说这个名字很霸，那个字很霸气的时候，我还去查字典。我想说这个字是什么，就一查出来，这个字真好呢，这很狂很霸很霸很酷的哟。对，而且那时候我没有取消自卑，他们还说我跟不上流行。就像你现在不咩谱就跟不上流行一样。会嘛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哦，我们是走在那个时尚尖端的人。对啊，可是现在最尖端的就是那个啊，哆啦 A 梦了、欸，就哆啦 A 梦，真的是有点恐怖了。你想结爱情吗？他不是今天才那个吗？什么大雄的新恐龙才今天刚出那个宣传？他说真的是很可怕。他说在错的时间做对的事情。那个恐怖死，我觉得机真的蛮错的。我想说什么东西啊？一个我的天哪，救命啊！我也还没跟上哎，完蛋！你们，我就不要之后再慢慢看就好了。不知道我刚到家这样子而已。嗯，没事没事。嗯，我没有跟到家，我也没跟上啊。没关系啊，没看你至少可以拥有一个就是美美的童年，美好的童年。对，不要破坏了它。你要童年或是毁掉童年，你选一个吧。对，请选一。我想选毁掉童年。哇，真的假的？那你一辈子都不能看哆啦 A 梦了哦。这多可怕呀！很可怕。真的是回不去。是恐怖的吗？对。那我要拥有童年。其实某种意义上真的蛮恐怖的。猎奇、恐怖、血腥，也没有血腥啦。哎呦，我觉得你们，我也没跟上，你们可以等下私讯就好了。你等下私讯给他，真的假的？你也没有？没有，你也没跟上吗？没有，因为哈基刚刚都在修指令啦。哦，对对。没事没事，哈基等下传给你哈，但是你不要后悔哦。嗯。啊好。毁坏童年。还是你要现在偷偷看也可以的。也可以啦。这其实很快的，它只有26格漫画而已，可是还是很恐怖。26格，对，26页漫画，对，很快小短篇嘛。可以大体讲一下吗？不要，都不能讲，都不能要了。大体讲一下哦，小夫我进来了。我讲完了，就这样子。这是懒人包哦。懒人包，你们大家最爱的懒人包就是脸懒懒的胖虎，又
还有什么、啊？还有类似什么？任意门坏掉了之类的。你找不到吧 ？Google 应该你没有找到正确关键字，应该是找不到。我在 Google 啊，打这个就打小夫。你搞不好打小夫进来就有了。他们去查的东西就哎，不然对对对，我打在 General 那个聊天频道打那个。嗯。好好奇哦，我要现在去点。打这个，打这个，打这个，打这个。未成年的先不要去点啊！打这个，打这个。对对对，我们要先讲一句话，未成年的你们不要点哈。我要删掉了，我要删掉。我是觉得已经来不及了，没有成年他们都会去查了啦，也是啦。啊！我被打了！哎，你机车哎，我在查东西，你在那边打我，是不是？谁是人呐？你是不是胖虎打你吗？很凶哎！他很可恶哎！你刚讲的没有啦，我说关键字打这个。哎咻！没有，你知道他多可恶吗？他就很像我大便大到一半，突然来敲门说问我要不要买。你不要提大便，拜托，真的不要提大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关报纸屁事啊！你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关报纸什么事情啊，白痴哦！感谢小雨的750块。哎呦，一下啦！哎呀，不要好奇啦。不要好奇啊！不要好奇了。我刚刚只在 Google 打小夫，我进来了。一个小时前就有资料、欸，对不对？很可怕，我觉得现在资讯爆炸时代真的是很恐怖的。对，有人在家吗？没铺过时了，啊、你要干嘛啦？我想要安稳的查询、哦。哇，你离线就好了、啊，那么笨，把自己埋起来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想到、啊？算了，我都已经。哎、欸，这人是不是？我在哪？哦，我在这。欸、这是哪？哦，你家、哦，我家，我是不是？你传谁？然后问这是哪？传过去，打电话，喂，你是谁？你是家？哎、欸，我太在哪？你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我在哪？我在哪？等下，biu biu就要出现了。不啊，biu biu出现，你要一起出现什么？哎呦，我在哪？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天哪！所以我为什么打给你？啊，我不是在台北吗？我以为我出去。哎、欸，我们严重不够哎、欸，可恶！什么？我的素材严重不够。你要什么？木头啊！我家有啊。你家有吗？多的吗？嗯、有啊，有多啊。好啊，那我再跟你拿。好啊，居然用完了，这用量太高了，来了，用量太高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看，那好，你可以送一些来我这里吗？你要送什么东西？要木头，我受不了火把。我看一下哦。哦哦，他我现在身上木头用完了，那你来我家拿。上面，啊、上面，我在上面。哦，你在改造家里哦，一直都没机会挖。飞箱，我要把橡木材全拿走了。好啊，我想射那个敌很高的那个人。你要射什么？等级很高，敌很高那个人。啊，谁啊？谁敌很高？有个敌很高的就让我射。哎，我外送鸡肉给你好不好？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好可怕！你快要死掉了啦！等一下，我要送鸡肉给你吗？等一下，哎，我刚刚围绕在他旁边，把他经验值吸走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很难剪精华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没关系，继续。飞来飞去，你们谁在家里啊？都在家，都在家。好、啊，太可怕了，这个噼里啪啦。哎呦，干、哦、嘛、啊？没有，我穿到、哎、我沉到地底下一下。哦，需要一些木头，这个我目前不需要，都给你。好，啊，拜拜。你是全部拿过去跟他说他你不需要吗？你是说谁？他是拿木材给我，我是拿木材，因为我是要原木，我是要原木。我吓死了，想说从我这边拿一大堆走，说这个我不需要。我的串通好了，串通好了。然后我跟别人拿，就我不需要了。他都可以拿，我就多拿一点。你看是我不需要了。我不需要了，就是比较那个菜市场大妈那种心态。啊，便宜一点，多拿一点啦，嘿。阿买这么多有没有送葱？对啊，我要啊，我要送一下。哎、欸，是这里吗？啊，是这里。你被
送几嘞？工厂送几嘞？什么？工厂？你在讲什么？天哪！你讲的？哎，插句话，天哪！我刚刚怎么听到送钟？送几嘞？送几嘞？送钟啦！我前面听到送钟。你送钟不是你上礼拜在讲的吗？这个转的有点猛啊！这就跟刚刚那个甩脚一样。你讲的哦！哇，又来了！又来啊！不要！不要再绕回去了。对，拜托别再绕回去了。好不容易离开了。对，好不容易终于把话题转移掉了。对啊。可以打吗？打什么？可以耶，热带鱼。我说打热带鱼，为什么打热带鱼？因为我好可怜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很远才把它带回来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它？啊，我的啊，他死了！哇，酱油，我酱油，那个价值50钻哦。哦，哪有？哎，我在海里面呢。嗯，哦，酱油，酱油，哎，你知道，我只是轻轻摸它一下，然后它就歪了，它就是那么脆弱，它就是这么的脆弱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嘎嘣脆，听我解释啦，果然酱油第一句话是听我解释，不会是道歉，对啊，你都讲的对不起，冰糕，然后我低不下头，不行，我百万主播呢，你好，皇冠会掉，我降理你呢，那个低头皇冠会掉这句话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什么鬼啊？我没听过那个，是什么别低头皇冠会掉？对啊，就是很多啊，之前新的东西了。就是很旧了，就有人说什么不要乱低头，低头你的皇冠就会掉下来。没有那个，就是一开始在讲说什么，不要太低声下气，或者是做人要有尊严之类的那种感觉。哦，所以他不是梗哦。他就是类似语录那一种啊。嗯哦，就跟什么我像极了爱情。我吸的不是烟，是乡愁之类这种话吧？我抽的不是烟，对对对，是皮鞭。哇，你口味这么重啊？不是说这样子吗？脂肪。哦，对啊，我抽的不是烟，是脂肪。十几年前有脂肪。好，哎呦，白痴。我记得我之前还听过说什么，我喝的不是酒，是人参。他说哦，哦，很养生，听起来非常的健康耶。哎，明明是个不健康的事，听起来却很健康。还有变长版的，不要低头，皇冠会掉；不要流泪，婊子会笑。太长了吧？我记得这个就是讲给女生听的啊。我记得那时候就是那种。很多这种啊，对啊，哎，可是老实说，你们在国中的时候真的有打过类似这种东西吗？就是类似你说在什么即时通的状态之类的吗？就是状态会说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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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流不流泪什么之类的这种话，这样。好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我独自伤感，反正他也看不到。对，类似这种，你们真的有打过吗？我只有打过类似那种，就是再见了，我的最爱，我跟你已经好几年了之类，就是那种歌词啊，喜欢人家的之类的那种。对对对，然后打了很多很多，最后一句说再见了，我的旧铅笔盒。超白痴！哎，我以前打好像都是不要密我，不要翻过这样。你也太凶了吧？没有，我知道他写什么，非本。非本人哦，真的对，非本。什么本？好怀念哦。我行啊，有那种非诚勿扰这样。我觉得以前我最想看到什么不爱了，然后那个不是恐怖的，不是恐怖的不。还爱了，恐怖不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就是，然后再错，就是硬要谐那个，硬要就是谐音啊，对啊，对。我以前看那个，因为以前我会跟朋友玩游戏嘛，然后那时候玩 RO， 我就里面有女生，她就这样讲话，我真的不是不爱你，不爱你了，只是我觉得很难过。整句都是火星文，好烦哦！哎，我火星文历史只打过2个月就戒掉了，为什么？
因为那时候喜欢一个网婆，她很受不了火星，我说好，为了你戒掉。哎呦，爱情的力量就是这么的伟大。你说到网婆火星文，让我想到那时候啊，我们那个 RO 公会里面有一对情侣，女生很爱打火星文，然后男生都看不懂火星文，然后就分手了。无法沟通，因为你不懂我。气死了，渣毁。真的啊，我想打人呢、欸。讲人话，讲人话，讲人话哦。所以杰克是在流行什么、啊？国中的时候。国中，我要想想哎、欸，斜刘海盖眼睛、oh, ，fuck， 他有哦，原来是 fuck 是不是 ？fuck， 好、okay. oh. 潮是不是？很潮、啊，这么的直接，直接就来了，真的很直接呢、啊。我是觉得那苦力怕还是蛮直接的啦。我打好了，我打好。哎、欸，火星尾太难打字了吧？哦哦，选字要选太久了吧？我今天讲什么东西啊？好难理解哦。有，刚酱油讲的，精髓耶，是不是？就像酱油，所有字都在打的那个、啊，好好强哦！整句，我看一下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在说什么看都看不懂啊！小雨真猛，我真的不是，不爱你了，哎、欸，好累哦。对、欸，可是那时候真的超多哎、欸，很多啊！取名字的时候也都是这种，对，对啊，这时候会，好的。对对，但就说但我还是不想离开你。对你，哎、欸，更哎、欸，厉害，真的是很强哎、欸。而且那时候即时通的大家的状态都跟什么，我不爱你，我爱你，我很难过，但不要跟我说话之类的。哇，难怪你用量这么大。对啊，他全部都原木在围边边啊。对啊，哦、我习惯这样子啊。法院怎么会用木头盖啊？嗯，这样法院很容易一没有烧掉。没有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里大多数的房子都是木头的，所以我想说哦，对啊，哦。哎、欸，那这样的话，要是我不满意那个最高判决的话，你就烧掉了。那我就烧掉它。怎么是效率啊？你刚不是你是冲效率啊？对啊，你是冲效率啊！你想冲幸运吗？对，哦，那也不错啦，效率八很好用，过了。对啊，效率八超好用。不小心冲错，但是过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就跟我现在要玩的抽卡一样，降级了爱情，降级了爱情。爱情哎呦我的妈呀！可是没有耐久可以强化哦。你想要有那个吗？不灭是不是？那你可以冲一冲再去喝耐久。不行，会掉下来。嗯，哦，会掉下来哦。对，它会掉到预设的上限。对。哎，团团，哈，哦，掉错了。哎，师傅，哈，有人说要不要用石英盖？啊，我不要用石英盖啊。哎，爽，爽。我跟你说，我师傅想要用木头，所以我们就要用木头。师傅最大，我跟你讲，他的都是香的。我跟你讲，每一次在盖什么东西哦，观众都一定会讲一大堆哈，真的是。我就只想这样盖哈。你不懂我。你不懂我，你都不尊重我，你都不懂我，你就不懂我，有人死吗？有人死掉了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盖宽一点呢、啊？那个怎么还没加盖、啊？上一集都在忙哦，只是虚空啊，那个中介。你中介那边受伤而已，一直都是一条线吗？对啊。勇者才能去吸经验，跑太快就直接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说到火星文，让我想要注英文，一样的东西啊，一样的东西啊，一样的东西。因为我觉得火星文比较难懂，哎，注英文还好一点。哪会啊？不会，哎，你注英文打一整串，全部都打注音，谁看得懂？对啊，真的，那这是猜谜大赛，哎，猜谜大赛真的是猜谜大赛，真的。我觉得以前的注英文还稍微能懂，是因为他就是在某些关键字才会用注英文，就是可以大概猜得出。他们现在全部都是注音，这个还看不懂。No， 这个不行，真的会看不懂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没事。像这样子。对啊，这样谁知道你在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
我的猫撒谎了，我的我的滋滋滋滋滋，我七只死了啊？怎么死了？几只死了？我几只死了？有人好像是你看，你猜第一届猜谜大赛开始，啊、英文猜谜大赛。那我那个歌词是什么？应该好猜啦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對對對有啊！哦、我想说该死嘛是什么？该死嘛？哎、欸，那哎、欸，我的那么好猜，来猜一下啊！你哪里好猜？有个我肚子饿了。哦，这个是不是？我肚子饿了啊！鸡。你不要连失去连线都打呵呵呵啦，你喝什么啦？没有啦，他打的是长长长啊，哦，长长是不是？长长长，还想调皮啊？不是啊，我想说你们应该看不懂，谁让你们看得懂？好，我要解答我那个喽。这个是轻松生存的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我被清掉了，我没看到。轻松生存，平怎么就是日常沟通的那种字也比较容易猜到，不然对啊，专业名词就感觉超难猜。我之前看过有人厉害吵架，他们全部都是用注音的第一个符号吵架，然后狂吵啊，旁边人都看不懂他们在吵什么，真的是很厉害的，真的。就假设有人那样王八蛋，他就打 Uber 的，然后给你。然后另一个就回他，回他干嘛呢？那次，另一个回他脑残，那次乌波的啥东西啊？脑残乌波，乌波界吧？这样子吵了起来是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所以说是我们太烂了，不是太难了，是他们两个是心有灵犀，所以他们吵起来，我觉得只是讲讲而已。对啊，哎，说不定他们吵在不是同一个现象哎。在培养感情啊，他们对啦，他们在培养感情。那其实根本听不懂对方讲什么，先骂再说。对，先骂再说，反正他已经在骂我了，就对了。那我就骂回去。的。哦，我脚麻了。卡麻。我脚麻了。哎、欸，那个锻造台可不可以加一个耐久的啊？耐久的哦，耐久的强化。哎呦，耐久的，不可以啊？可以。哎呦，耐久可以哦，可以。啊，几率高不高？贵不贵？我就不知道了。对。哎呦，几率每一个的都不一样吗？不一样啊。幸运比较珍贵，这种的通常就比较难冲，而且比较贵一点点。嗯哼。哦，那你觉得你到时候设定耐久会是比较好冲，还是比较难冲的？耐久原本是3是上限嘛啊？对啊。对。如果到4的话，可能基本上几率会比较低一点，然后再到觉得差不多平均到6应该就6、7之类的吧。哦。再上去就很困难这样子。原来安内哦。师傅，我把我收集来的热，我是收木头给你。哦，你肩是好痛啊！热死，他肩是超痛的、欸。那还不能打他，我真不能打他。你这爱的教育，是爱的教育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肩，我肩是才5哎、欸，才。可是你全身加起来的话，是吧？他不是只吃一个位置吗？尖刺是不是预设最多2而已啊？三啊，对、哦欸、他们有人说耐久10等于不会坏，是真的还是真的啊？嗯，哦，那这样感觉耐久到后面真的要很贵、欸，就一个耐久是10%几率不消耗东西啊。对啊，你这样就100%，就那个根本就强到爆炸。哦，我得查一下。嗯、對啊、欸，这个你干嘛，师傅？不想干嘛？给我一点工作。一点工作。我免费劳工。哎、欸，我免费劳工哎、欸。一点工作的话，你可以帮我去挖黑橡木材吗？还有山木。黑橡木材哪里有啊？黑橡木，黑橡木森林，黑橡木旁边、啊，我们旁边有。你从司令台往小巴的方向一直飞，飞呀、啊、飞，对飞 啊，不然你传那个啊宅邸啊，去宅邸那边砍啊。
哦，好啊，我来喽。那另的嘞，另什么木啊？什么令甲？松阳木，松阳木，高分顶级，令甲木。哎、欸，所以我是要砍黑木，还有什么松阳木？松阳木，松阳木是什么？杉木啦，是杉木啦，就跟黑杉木啦，松阳木。你是搞，你是攻杀毁。嗯，哦，多数十趴，不是十趴啦，对，它是趴，趴数公式是这样算哦。所以带上假设等级十的话，等级加一的倍，对啊，这个你要就是有心可以研究一下，嗯，真的是要有心可研究。就是之前玩到一些地图，它都是设定到十之后就变不。要举个例啦，假如你的那个耐久是9的话，你的消耗耐久度的几率只剩10%。哦，非常的低啦。那如果你是耐久99的话，消耗耐久度的几率只有1%。哦，所以不会到完全不坏这样。哦，他公司这样写，他没有写完全不会是多少。嗯，宅邸怎么不能喘呢、啊？你就没坐标、啊，你靠近一点，你要再靠他靠他近一点。我觉得我们当初会以为耐久时就是不回，是感觉是因为 Tinker 的关系。Tinker 那时候是5吧？哦，哎 ，Tinker 是5吗？他是没有祭典吗？哦，是哎，耐久大阪。对啊，那5个而已啊。哦，所以其实没有这样子。嗯，哦，そうですね。那个载体是现在没有祭典，是不是？你跳近一点，站近一点，跳起来靠近。有啊，没有用，他都不鸟我，真是讨厌我。我有，如果我有去有的话怎么办？哦，我有了，谢谢。你有了，有。好啊，耍人呐、啊！没有啊，哎，我可以作证，我可以请我观众作证，我刚刚不是一直跳、哦？听你解释，他分明不理。我想陷害我，你好坏哦，宅邸。阿基都在旁边叫你站近一点了。哎、欸，我有跳起来啊，真的啦！哎、欸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对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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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真的啦。这个就是文中文加英文。对，以前很流行，好不好？而且还流行注英文加英文。现在很流行啊，现在也还是有啊，很流行啊，把一些中文字直接转成。对啊，对，对，还是有啦，还是有。哎，说到这个，我觉得我们这边还好，是我那时候遇到就是别的地方的朋友，他们真的是一整句里面可以有3个简称都是英文。嗯，就是一整句就变英文。又真的 very no good 这样吗？然后就看不懂这样，就是他们会有那个简称啊，像假设那时候玩那个。魔兽说有什么 LS、LN， 他就整句说那个 LS，、他打那个 LN， 所以那个 LS 怎样，就全部都是。哦，这还好啊，这是专业术语，这游游戏术语就还好啊。各个行业都有他的专业术语，对啊，这还行。可是他们的专业术语是他们自己创的哦，不是啊，你魔兽世界这里来说会有通用的吧？对啊。对啊，就像游戏里面就有游戏专用通用的那个东西啊，就像漏分五路啊，或是那个之类的吧，要么讲打野，要么讲江狗这样子而已啊。对啊，结局啊之类的。不然你要说那个像这样，他们都是这样打字。啊，不是，重点是不是他们打字东西，就是他们会有人创这个东西啊。可是问题就是那时候我们没有人看得懂啊。U 不就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 Uni。Uniqlo 真的 Uniqlo 歌很 NH 安慰你，不是不开心，不是，那是自己的名字之类的吧？人家如果没玩 LOL， 人家说你走上路、中路、下路，人家也听不懂这公阿回，类似的意思啊。哎，可是我觉得这样打的跟你说那个又是另一个东西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样我说他不是讲专业术语，而是他会自己简称，像他那个 NH， 他不是不开心的意思，那是什么？他那时候跟我说 ，NH 的意思是没有房子，所以他 no house， no house 直接简称 NH。哦，哎，我说的简称他们是这样简称，像我现在说 I have you， 他就会打 I H Y， 还是说我 U 你真的很不乐 ，no hard，no hard，no happy，no happy。
就说什么，就想说我很什么 I N H， 他就打 I N H， 哎 I N H 这样。我觉得这是叫我们注音的，就只打开头啊，他就是进阶版啦、啊。我觉得是进阶版，他是进阶版，英文文，英文版，英文进阶版。我那时候看到觉得很厉害耶，然后那个 message 他打 N C。麦块，麦块，麦块，还是你是说 N C？ 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就以为 N C 是麦块，他就跟我说，哎、欸，你看我给你 N C， 我说他什么 N C？ 你要跟我说是什么？他说我要给你惊喜。N C 有很多超多意思耶，对啊，意思超月经啊什么的啊，对啊，超级多，超爆的，哎、欸，超猛的耶，我觉得他能这样缩写也很厉害，代表他很懂英文。嗯，就是。我是假懂英文吧，我那个是假的吧，假懂的、啊，这只是自己创的。他们那些小、欸、他只是整个词拼不出来，所以只能拼第一。对啊，對哦，他搞不好是假 A B C 耶、欸。我觉得我是个 S D 呢，哦，很对啊，像那个啦，你要真的要讲简称的话，像那个啊，那个 A S A P 就是真的是他们都在用的简称。什么？就是那种正常简称就算了。好了好了，这是真的是他们都在用的。啊、我想到了，他这个简称有点像那个“你家我事，你家事关我什么事”这样子缩写。他不就跟锅一样？锅干我，干我屁事哦！锅锅屁事。这个锅到底是怎么缩写啊？我觉得厉害。就关我啊，关我啊，关我啊，关我怎么会变锅？你打快一点，你就念快一点，念快一点就变锅了、欸。真的，真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来的啊。对啊。你看你这个打快点变帅哥啊！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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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对，是你要震撼谁？我说我在赞叹他啦，赞叹他啊啊 ！OK， 他不会是这样，他等一下把我 踢 出去，然后打 H H H， 哈哈哈 ，H H H 是怎样？哈哈哈的缩写，我一定会打 W W W 啊！还有，哎呦喂呀！哎呀，不过哎呀 ，W 变成哈哈是怎么来的、啊？那个是那个啦，日文的那个啦，我。哇啦哇啦还是什么？哦，就是笑的，就是笑的。然后二三三三三的，是大陆的，对，大陆那边的，是大陆那边的。然后日本的草好像也是有别的意思。哎、欸，你知道为什么是草吗？他说 W 就是 W 娃娃之后看起来像一大堆草，一个很像一大草原，所以是草。哦，其实蛮像的，现在这样想真的还蛮像的。波浪各种延伸，对。啊，那个 Pito Mountain T O C 都是我们乱讲的啦，反正没有啦，这没有啦，在这边。哎、欸，雨月，啊，如果是活塞门的话，它的厚度最宽，就是最精简要几个宽？活塞门还是隐藏门？就是隐藏起来的活塞门啊。前后吗？至少要三个啊。哦不，可是你从内往外看会很丑、哦。就不要再包，它会凸一块在那边啊。哦，天哪，要再包更多层这样。嗯，所以尺码加包装层可能要五层。对，尺码五层的、啊。尺码。哇，尺码太大了吧？大尺码的。大尺寸的。我刚刚好像讲什么、欸，但是我忘记了。怎么被臭布林打死了？哦，又少了一颗。啊，对哦。少一点，减一点，哎呀，你是想要死回家？抓到，珍惜生命，真是要珍惜。流泪的脸庞，底下蜘蛛正怪专需要留吗？应该是蜘蛛感觉还好，也是还好吧。剑蜘蛛眼，还好哎、欸，我觉得还好，还好，对吧、啊？刚好遇到可你，可以任君处置，任君处置，先留着好了。你在哪遇到？家附近哦。没有，在海底的没有那里，没热带海洋。哎，师傅要挖几个？我
放到从这边挖，越多越好。好，那我要成为黑橡木人呢？黑橡木，黑橡木，就全就整，就那个全身黑橡木的人，这我们以后也要好好的简短说话啊。哎呦，全身黑橡木的人就要改成全黑木人。黑人啊，全黑木人。木人就木人，什么是全黑木人？全身黑橡木的人。你怎么能打我臭僵尸？臭僵尸，我快被我自己烧死了。哦，再拿燃烧剑打。缩短了，变成你臭。臭臭臭臭你。臭臭你，臭你！请问有人可以来救我一下吗？臭臭，你要花多少？啊，救不了了。不用了，不用救我。你看，你刚花一个钻石就好了啊。哇，我东西在那里啦。你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啊，你东西在那里。你什么东西？箱子在那里。哦，你怎么剑斧在那里？你为什么？什么？我刚刚是剑斧盒放出来以后，突然间里面冲出很多人来打我。啊哦，哦人哦。剑斧，你是常人。哈哈哈哈哈！打开从那边出来的，不是啦，是从好像是从宅给那边冲出来的。哦，我想说你这波怎么藏人？哦，哇哇哇哇！你刚有记坐标吗？他没有，没有。不是就宅邸宅邸吗？宅邸你就飞过去啊？宅邸往什么方向？对啊，宅邸再穿过去。找了，可是我不知道我往哪走。不是啊，就宅邸不是吗？你身边绕一圈也可以走得到吧？宅邸里面还是宅邸外面？你有没有走很远啊？我去看一下。你是在房子里面还是房子外面？如果房子里面就绕啊，外面就绕一圈呢、啊？不是，你不是从里面走出来？你的剑符什么颜色？绿色。绿色。哇，还有保护色，我天！对耶，树林里。最气的时候，本来想说要慢慢砍，慢慢砍 OK， 因为只有三只，结果我的盾就爆了。没有啊，它会破盾啊，味道士的话，味道士会破盾。它在外面不会有味道士啦。哦，它不是在宅地里面不是吗？哦，你是刚好耐久没有了哦。嗯，对，我刚好耐久没有了。你是拿一个快坏掉的盾啊？拿一个快坏掉的盾。是我的接符盒。你看，你太依赖盾牌就是这样子。损失那么严重，而且你什么装备被打到死欸？哇，你装备很强欸，你装备会咬人欸。他们跟我一起死啊？你装备会咬人？啊，这样有，根本贩卖那个治疗药水，出门在外的时候可以喝的。治疗药水只要一钻石就好了。工伤，工伤一钻，方便你在外面可以直接满补满血，东西就不会喷掉了。居家旅行，我在思考我要怎么找到我的盒子。哦，你在帮你的，大概在哪个方向？你是往船过来的前面走，还是往哪边走？我不知道。你要不要讲一下里面有多少颗钻石啊？里面有两组吧。哇，这先找到先赢。你在树林里面是不是？对，我在树林里面。那捡回来发现里面没钱。捡到钱包可以。需要分个几层？三层哦，记得是三层哦。对，三层哦。狗狗生七七耶。我家狗，我家狗在骂我啦。笑你，你怎么那么蠢之类的。北区主人，北区主人，北区，北区，你是来干嘛？他来帮那个挖木头，帮忙挖黑橡木。那就从找木头开始。你在哪？出来，好孩子，不要躲了，杰夫和。好孩子，吃晚餐了，杰夫和。对，那个这一次开始的那个开奖应该就是两个小时一次了吧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啊。OK， 耶，确认一下。哎咻！我觉得这里的木头看起来都很完整啊，没什么砍过的感觉。你刚刚砍到木头吗？有啊，我看我身上有四五组呢。哦，那砍很多哎、欸。嗯，那应该有一。都是黑橡木吗？对啊，全部都是黑橡木。在哪边秃了一块？对啊，应该会有一块。它不会树叶掉光了吧？因为我都砍很干净。不可能啊！你人离开那边。哎、欸，可是如果你砍得很干净，树叶掉光反而对你来说更好找。对啊，那反而更好找啊。因为就是有一区会全部都砍一区就秃了。
对，他秃了，秃了。1 2 1 2 3，我身上有四组多呢，四组半。哎呦，可是黑橡木一整颗挖完大概就快一组。对啊，哦，也是啦。嗯，很大一颗。他会不会永远迷失了？不过好险，好险你是放出来，对，放出来他不会五分钟后消失。对、啊，嗯。不幸中的大幸，我可能玩到 1:17 会发现那颗在那边，太久了吧？是哎、欸，时光胶囊哎、欸，宝藏，对啊，时光胶囊、欸，时光胶囊。我里面还有什么、啊？忘记了。有什么嘞？有，我看一下。我也去找好了。好难过，看到我在干嘛、哦？我居然死到找不到盒子在哪，然后还一群人来帮我找。你刚刚死掉的时候，应该不要马上复。对啊，你要、嗯、还可以死掉的时候还可以按 F 3吧？你跟我们说一下，不行，死掉不行。死掉不行，除非他会开。他没有复活，我们可以传过来。对啊，我们可以直接传过去他位置。欸、对，我传到死掉，马上复活。你就心急呀、啊，心急正常啦。我们之前、啊、我想说，赶快回去拿。哇！有人在家里吗？我姐姐有踢哦不，对啊，因为那个工具抽象箱跟普通的箱子是可以并排的，但是它不会叠在一起。嗯哦、我想到之前我不是当乞丐当很开心，是去回收你们的箱子来放哦，对啊，但不能重叠，放出来再重新拆起来也不行、啊。一样，他有名，他有名字，对，太好笑的。啊，我这个哭。酷你看啊，看到一个工具抽象箱，一，在看哪里？哎呀，我卡住了。哦，有人在追哦。对，我刚啊，要什么断线哦？断了，直接断掉。哪一断线呢？直接打在顶上看看。嗯，爆炸。奇怪，我身上为什么身上会有那个、啊、幸运加速力量？那个是你有打怪的，打苦力拍什么掉的不是？苦力拍这爆炸后会残留效果，如果你踩到的话，地上会有。这个好前就讲过了，对，好像有，好像有。因为我看到时间是永久、欸，哎，还是它是太久？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你可以喝牛奶哦。可以喝牛奶直接喝掉啦。不行，他这样方便让我找我的戒符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跟上次那个一样啊？看，跟我很像哦。直接蹦啊 ！P 开头都有诅咒。虚空斩。对啊，虚空斩哎、欸。有诅咒。哎、欸，家里还有没有那个钟啊？有啊，我可以换，我换了一大堆啊，在村民、哦、的箱子里面有。那钟是不是可以用红石去驱动？没记错的话。可以啊。太好了，我现在需要那个东西。看看，可以让它咚咚咚，小了它叮当，滚！它镜头上就有了。对啊，哦，这是一个搞笑会咚咚咚，锵锵锵。它显示的问题好怪啊！怎样？它说原是以电影主机上的软体终止。哦，我是被什么体？完了，中毒吗？不会吧？还是你有连线怎么？挡那种防毒之类的，防火墙什么的吗？防火墙，那是什么现存的网络什么之类的吗？我觉得你截图，真的截图吗？对啊，截失去连线这个吗？对，不能用打火石啊，打火石用上去，他接电脑就爆了。对，打火石，那是烧树林啊，他想要烧、哦，可是会爆炸，会爆炸。接符盒会烧吗？烧东西最那个，接符盒不会烧，但是他接的电脑会爆、啊，会会哭。他接的电脑会烧，他接电脑烧起来。然后说，突然想吃宵夜了呢，就打开打火那个。哎呀、啊，冬天有点冷呢。哎呦喂呀，开始取暖喽，取暖喽。最后在平原还是比较靠近树林啊？在靠，应该是靠近树林。你是说太黑啦？你是骂脏话？在靠？在靠、啊！不过我附近都很暗呐、啊，然后我只有插两根火把就来不及了。所以有火把？对，有两根。我死掉那边有一根，附近有一根火把。哇，好，好像在玩海龟汤的出题哦。是不是要等到晚上会比较好找？那边唯一会亮，
对，嗯，萤火虫附近都很暗，就那附近会，就那一块附近会亮。反正在黑树林区，黑树林区嘛。是我来这边干嘛？龟汤。哎呀，海龟汤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海龟汤好累哦。海龟汤吗？之前有玩过，觉得超累的，太伤脑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对呀、啊，哦，再玩一轮，头发都多了几根白的。啊、我也说你要再玩一轮，头发都秃掉了，头都秃了，太夸张了。冲啊！而且我看外面走出来就是平原了，我也没有走到平原。那附近稍微看了一下，没有看到有火把的。对啊，我没有看到特别开的。嗯，而且你就说你在黑香木林。所以，要么就是在宅邸的后面、哎嗯。因为我那颗挖到一半被攻击，所以就会有一颗。你是直直的往上挖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我是往上挖。所以你不是挖成楼梯状的？我不是，因为太暗了，我楼梯状一直挖失败，我就直接往上挖。嗯、往上挖。所以就是它是一条一条一条把它挖下来。哦，我 TP 我要小心哦 ，TP 我要小心哦，会断线斩哦。好，我上次好像是 TP 泱泱吧，然后我就断线斩了。所以现在泱泱哦，哎呦喂啊，哎呦，被断线斩，传送断线斩。哦，这个感觉是，哦、我在哪里？这是哪里？我的妈呀！哦，哎呦，这里面。这里有几棵树是被挖掉，而且在掉树叶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找到了！我现在有在挖哦。哦，你这边有在挖？我找到了，恭喜！恭喜你！不用给别人三层了。对啊，这也是我。我想说，反正团团要，我就顺便。我要感谢你们，各给你们十颗。我现在去来得及吗？我现在去来得及。加一，可以领一下吗？对，一个有份啦、啊，可以吗？出馊主意的有份。哎、欸，他那个钟啊，他那个钟的声音，你们离很远也听得到吗？听不到，听不到。传啊，我传你啊、哦，传我啊。所以你要在每个人的家里面安装一个钟、啊，这样太麻烦了。然后红石连超远这样子。要领吗？哎、欸，我传到团团。哎、欸，不，我传到音乐，就音乐跑去找人。叮当，叮叮当。那我。等一下再给你们，感谢你们陪我找。不会，不会，就不不。钱，你干嘛？哦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好，要学到教训。你知道，基本上我东西不见了，我个人啊，我是找不回来的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哪过。哦、oh, ，不意外，不意外。去尝试想看看那个啊，那个打开那个 F 3直常打开啊！标、哦，就有时候是怕挡画面啦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好像真的不太。至少你死掉的时候可以看、啊，是吧？试一下。叮，没声音。哎、欸，我真的不行哎、欸！哇哇哇哇哇！然后火墙也关了，但是还是不行。就是他的画面是怎样？对啊，他画面，他现在变成他写说。Okay.远端主机已强制关闭一个现存的连线，那你游戏关掉再重开，重开吗？嗯，通常变那个游戏关掉重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等等我啊 ，IP 对冲，没事，你在我家，感觉就是有个怨灵在我家不走的感觉，你出现又消失，又出现又消失，对啊。好可怕！有的以上先看到半天作业，然后一回五个小时了。没关系吧？大爆。哎呦喂！试试看就知道。我太多煤炭矿了，这样很棒啊！你死歪了，歪挖，歪挖。哇哇！喂，哎呦，妈妈，妈妈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妈妈了。差一点见妈妈，没讲。差一点没有，应该是你差一点又少一颗钻石。对，真的。阿弥陀佛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阿弥陀佛。我觉得我脑好炸，好可怕。
干嘛？杰克，你怎么了？你被感染了？怎么了？你们今天台南是真要戴口罩啊？哦不啊，两个礼拜后要强制。哦，为什么是台南呢、啊？我不知道，就台南市政府决定。我也蛮好奇的。哎，给你木头啊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可以帮我放在箱子里吗？借符盒，感谢你。我被刚刚那个反应说，阿弥陀佛吓到，为什么？没有，就是之前不是做什么西门町那个，对，西门町。就是你说那个阿弥陀佛，那个阿弥陀佛姐，阿弥陀佛都有。哎、欸，那个是真的，他走到哪里都有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是真的也有遇到，中街看他用那个，哦，你有遇到，哆啦 A 梦遇到，我遇到，我那时候还没有遇到，有，但是这是蛮高亢的，高亢，哎呦呀，这棵树顶上怎么秃了啊？啊，顶上怎么秃了？对啊，有猫孔前面的那棵，老了，老了，老了，秃一半了。哎、欸，我好像真的不行耶，不回去。我就等一下吧。哦、啊，是你的那个拉面开开关关，试看看。嗯。重开一下。嗯。没有啊，就西门町有一个阿弥陀佛姐。哎、欸，好像。对。对，他可以把任何歌曲变成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像可以的哦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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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女生在我家跑来跑去啊，还长着翅膀，我还看得到她。天哪！天哪！我仿佛听到，我仿佛还听得到讲话。嗯，应该很多人看过吧？就是一个阿嬷，就是会、啊、算是阿嬷吧，然后就是走一走，就大声唱歌，很大声那种，就唱大家给大家听。好像有。嗯，西门哦，这是在晚上，我那时候在晚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应该知道。阿弥陀佛，他是阿弥阿弥陀佛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又在说 iPhone 了，超猛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哈哈哈哈哈！在他楼梯。哎，彤彤啊，衣服够不够啊？够够够够够！我的妈呀！感谢。哎，中介的路是橡木树叶吗？我想改补别的了，因为树叶那是你要改什么都可以啊，补宽都可以。你要去弄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想要弄一弄。好啊，刚去差点摔死。我要把东西放在你的线盒里面。谢谢你。哎，你那个满了。先挖一下。另一箱也满了吗？对，全都满了。我要开始钓鱼。好，那我做箱子。避免再出事，我要乖乖钓鱼。哎、欸，另一个高三的话要穿哪个？那个爆炸太可怕了，先不要。我今天电脑有点可怕。就是那个拿什么松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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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哪里松阳？什么？等一下，哪来的、啊？我觉得你都在自创木头品种。到底哪来的松阳木啊？他挖给我们看嘛，继续挖。那要存杉木，那松杨木。杉木，要存哪、啊？哎、欸，我要把钻石放在雨月跟小雨的箱子里。好啊，你把不要装备箱子。装备箱子，那你可能要找看看是哪一个装备箱子哦。就是那个、啊、左边那个左顶楼的那个吧。对，顶楼那个。我觉得哦，真的好都懂你在讲什么哎、欸，吓死我了。好猛啊，繁星。上次那个我可以买这个吗？最近快吓死我了。哎呦，高三定型哦、欸。我觉得我要从现在开始不能做事，我连钓鱼都是延迟的。真的假的？我就是鱼竿要收回来的时候，就是我已经按收回来，然后还在原地，然后哇，然后突然过一回就啪啪啪的，超可怕的。阿弥阿弥陀佛，真的，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。怕爆！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今天水逆，可不水逆了？水逆可以可不可以把抽奖券放回去箱子啊？反正有放头颅在上面。哦，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可以先放，对啊，可以先放。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，我知道那个感觉，真的，哦，哦，啊，我中了，躺在上面。你就说，哎、欸，我中了啊！可是我没有那个票根，我没有券，我没有票根领钱哦。哎呀。不行哦。然后如果发现那个票根是在人家手上的话，那个人就可以领了哟。哇哦！哇哦！那你可以收在身上好了。
那你那个票根放我身上好了啦，我帮你藏。我把全部都打掉，气死。我帮你收好，我帮你收好。爸爸帮你收起来啦。爸爸帮你收起来了吗？爸爸帮你收起来，但是我存了一万个。哦，好，可以。你想干嘛？我在找高山更行啊。高山更。我们家旁边不是就高山吗？他想挖山木。哦，那我要回家了。山木我们家旁边也有啊。山木旁边有，山木有旁边。哎，我在哪？我在哪？我在哪？你靠旁边的那个雕像山那边不就是了吗？哦，那我来雕像雕。你记得我们也，你知道这棵是山木吗 ？Hello。哪一棵？团团的熊猫馆前面那个松杨木啊，松杨木。哦，松杨木。松杨木。我没有讲松杨木，他不知道。哦。他只记得松杨木而已。对。哪一颗啊？这颗啊，这颗是松杨木啊。哦，这个中间很高的那一颗。对啊，你啊，我们骨粉一大堆，你就是挖了那个四个树苗，然后撒骨粉。然后这颗不要乱挖哦。这颗不要乱挖哦，那是别人造景哦。他会宰了你哦。他挖他差点要挖到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就那个小松杨木中间的那一颗啊！啊！下次晚上我要回家了。啊你啊你在怕什么？你箱子不要放出来就好了。对啊对啊。哦对也是哈，那我要冲出去了。呵呵呵。所以真的有松杨木这东西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不知道。好问题。加油。嘿。所以真的有这东西吗？好像是一个漫画里面看到的吧，忘记了。查一下哦。只要我跑得够快，怪物就追不到我。我只要我跑得够快，骗台北。哎，中阳木业有限公司这个木业，你是接工商？哎，他是我忘记哪一个那个一个蛮冷门的漫画，然后里面有木头叫松杨木，然后那个松杨木是一种很珍贵的木头，它有很多功用，它可以做成药草，然后救治百病，还可以做成什么美容粉有的没的，所以大家都在抢那个木头。我靠！你们看那种玄幻题材的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们是啊。你们教是不是在卖这种东西啊？那是不是你们教里面进去的那个药材？对啊，小孩子微笑之类的是不是你们在卖的？听起来有点可怕。那是不是会在那个庙前面会有那个人在说书那一种？说书，其实这个还蛮好看的耶，因为他我觉得他的故事开头就跟鬼灭有点像，就是一个人他为了他妹妹，他一定要去找这种木头。他想要把他配合，就是抹在药里面，让他妹妹吃。他妹妹得什么怪病，就是都不会醒来，但是会慢慢死掉，还怎样的？哦，也蛮好看的。虽然我觉得男主角长得很奇怪了，长得很奇怪。我是之前看到一个题材是妹妹变僵尸了，然后哥哥一定要去拼命砍人给妹妹吃。好像有听过，我比较看这类的啦。哦，那妹妹有没有坐在箱子里面啊？没有，哎，我有，她有咬竹子吗？没有，我记得那个是老师啦，然后去把学生的手脚砍掉给妹妹吃啦。哦，哎呦，好可怕！喜欢看这类的。哎呦，这么刺激的！说是我之前有看过类似的，是好像他哥哥就是被诅咒变成一定要吃人才能活下去，但是他哥哥都不想吃人，然后他弟弟就跟他说，其实我找到一种肉，就是你也可以吃，而且你不用杀人，然后弟弟就每天带回来给哥哥吃，可是其实是。对，其实是弟弟去杀人，弟弟为了哥哥去杀人，然后把肉带回来给哥哥。我以为是弟弟的肉，我以为是弟弟的肉，哎，可恶！弟弟的肉也长太快了吧？他到后面就是在他们两个在逃亡，因为那也是偏玄幻的。他们两个后面都是被追杀，他们在逃亡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弟弟就假装自己是被外面的人攻击，其实是把自己的肉切下来给哥哥吃，因为他杀不到人。哦，的天哪！哦，然后我有三颗真能石哦。哎，我收一颗。你要我给你就好了。
哦，真的假的？这么佛的？哇哇，那我也要，送我送我。我去你家门口。那个喵喵，我想要本期彩券头奖。你怎么被射了？我也要。你被哭打了。哭光，不是我累个。他现在不能打怪。他打不到。累个打怪。卡住。当做你救我的奖赏。哦耶！哦耶！哇，那快过去加救他。那等下就自导自演有没有？自导自演。我演怪物。哎哎哎！怎么还在打掉泱泱？泱泱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来保护你了，你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紧张。哈哈哈！他远处一直有箭射过来，有没有？到底哪来这么多哭功啊？没有，我现在开始已经在上面等开奖。我真的是自己走出来，自己会迷路哎、欸。你有迷路了？还好吗？别怎么有毛毛？不要死！我别想死！吓死！全没有，我被骷髅射死。我怎么只看到橡木啊？橡木到底在哪？在雪山，就是直直一根的那种啊。对啊，直直比较长一点那种。不想死！我不想死。好，我要平平洋洋，我要再重回起点，再找一次。我现在是变成你的那个雪月啊！你这不是很想要买那个鞋子吗？鞋子啊，怎么了？我这种最后一排洗到攻击一点八伤害。哎呀！哎呦！可是我现在没钱了。那啊，充完了。你等开奖后。开奖后搞不好还要有钱呢。你不是才刚抽大奖，就马上就没钱了。他刚刚冲完了哎、欸，他冲超多的、欸，他今天真的冲爆、哦！你还笑过他两次，你忘记了吗？好像有哦，好像有。我真的只记得笑人的部分。对，他连笑完就忘了，他都忘了好不好？完了完了，全忘光。我以为你会存，没有，这个是跟这个无关啊。我说我以为你会存一些，然后哎、哦欸，对、欸，其实我也不以为、啊。其实我还有五十颗钻石啊。哦，就是存着这样，很多而已啊，嗯、那就赚钱卖啦、啊，本钱。哎呀，哦，这里好多，这里好多。哎呦，怎么这样？眼一震。没事。哎呀，我们的护城河好危险啊！那已经不是护城河了。那叫飘飘河，对，飘飘河，那飘飘河好危险哦！怎么了？飘飘河里面有一个食人鱼，食人鱼超多怪，食人鱼，那代表那护城河很有效用啊！哎呦，死了又干嘛？你要死了吗？你被食人鱼咬了吗？你要再赔口钱了吗？没有，减一了吗？减一，再减一，有啦，你今天确实减一了。现在只有孙杨不可以拯救你，我已经喝了四瓶回复药水了。哇，哎呦呀，太多了。在地狱玩什么？我在挖石英啊，我要盖房子，房子还没盖好。啊，住不灵，你如果戴头盔，不是就戴黄金头盔就没事吧？我啦是在外面挖，然后挖看到洞就跳进去，就摔，差一点跳下去。然后好几次也是那个石英，然后挖下去，瞬间后面一个是岩浆。哇哦！然后地狱的岩浆流得特别快，然后一出来马上差点踩到，真的是流很快。哇，特别会流，特别黑流。我找到了，太好了！什么？杉木。好，杉木。热门景点。哦，你这个之前还没有探索，你这个要重来了哦。哦，应该是重来的吧？啊，对，我这里没有跟你们去逛啊，我没有找到这个。哦。哎、欸，不过成就。哦，对，成就重整过才逛。这样啊，对哈，后来都就之后的事啊。忘记。对啊，就这样。什么？这个炫光体挖下来会有这种生物被杀掉的声音吗？嗯，就是树上面不是有一颗一颗黄色的那个？嗯，挖下来后有这种，嗯，它可能是活的、啊，它活的哎、欸，它活的、啊，活的，它灵魂呢？嗯，对，它灵魂在哀嚎，你在挖它，它的哀嚎，不要哦，这好可怕，这好可怕。你为什么要皮革？啊，我要做不要了，你不要改亮的声音啦。来做什么？粉丝框哦。哎、欸，其实去杀个什么猪部兽比较多哎、欸。
可是这里有现、哦、现成的不就不用找、啊。他们都是我的肉。说什么？你们要皮革？我箱子好像还有一些。啊、嗯，我之前都去谈野外的。你需要很多吗？你呢？你呢？我去看一下。不是早做展示框吧？不是会增加负担吗？啊，我家箱子都放展示框。对啊，因为展示框就是一个，然后再加上面东西有一个。为什么下面这里生这么多那个啊？安德啊？嗯，哦，就因为它是石头的关系。对啊，是石头的关系啊。好。对，你要记得插火把。没有，它下面已经全部都是。因为我那边其实是想全部放那个啦。死了。哪个？我去看一下你怎么，你盖到哪里好了。我把那个一条路变三条这样。嗯。一条路变三条。哦，主要是因为叶子安德威森在上面，我才用叶子啦。对啊。那再来是用半砖呢？用下半砖呢？也可以。啊，那再来是，本来想全部改成地毯加那个自助式。哦，也是可以。那安德就不会生在我后面了。原本啊。哦。玩来卖一个30%加0.8最高生命14%加1.8的攻击伤害的鞋子，150,000。哇，那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钻石多少？150。哦，150。有人说我刚才讲那个牙的时候，有真的有小女生的声音。我不知道有是你学太像，他们觉得很像吧？他说有一个有另一个小女孩的呀、yeah、的声音，有人在开手游吗？不会是，刚才不会是我们三个人在学吧？就是我们在我们三个女孩子在学吧？嗯，来，对啊，应该再学一次。哟，这个小女孩是怎么了？谁呀？有点老成哦。小女孩今天那个喉咙不好，可能最近夜唱了。哦、oh. ，累了，不要唱太久啊，真的太累了，太累了。直接变身，有点恐怖，怕怕的，吓死，啊，嗯，那个画面就是整个在。发呆，然后跑步。你可以来地狱跟我一起挖地狱十一。他现在不敢，他会死吧？没办法，我觉得他会摔死。你要现在没办法动吗？你他过去，你只会赔钱哎。对啊，你会害怕他死。赚不了。我跟你有啊，我是那个嘛，轻松生存的那个伺服组嘛，他掉我算赚啊。我少发一个钻石，你也少发一个。哦，对。你好阴险哦！我过去抓到。没有啦。天哪！他觉得大家都赚太多了，他现在要回收一点。没有啦，我是想说，我怕你会无聊，没有东西玩啊，可以来找，可以找他玩。钓鱼恢复了一点点，他就收得回来了。延迟个半秒会收回来。哦。啊、恭喜。恭喜哦！好感动哦，我的妈呀！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恭喜夫人，不知道恭喜谁的啊？有、对，其实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什么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是个健康的男孩子。你在之前工伤啊？我想卖东西。好。哦，哎，各位，现在杰克要拍卖30%加0.8最生命14%加1.8公害钻石鞋。然后杨洋不见了。听不下去了，听不下去了，他听不下去了哦。哎，你现在对我这个工商有什么不满吗？为什么？可能是我的电脑对你有不满。可能不是我了。啊，侦测到病毒了，侦测到危害。天哪！吓死！啊！我接音波攻击耶，好屌哦！我想到那天的包包，明明就没刷牙，我跟杰克就记得他没刷牙，他跟巧克力说有，我有刷。哎呦！然后之后就跑那个厨房里面那边刷牙，我说你不是有刷？啊，你们就说我没刷，我再刷一次嘛。我说我靠，没刷嘛，就没刷。刷牙，没刷，没刷。他真的没刷，因为想说我先刷嘛，再换杰克啊。然后结果Bob就在那边滑手机，然
然后他就直接到楼下了。对，我说，哎、欸，你有刷吗？有啊，我刚我有刷、啊。还在骗呢 ，BO BO。他在梦里面刷了。就像我们那时候怀疑有人没洗澡一样。哦，我有洗澡啦。你真的有洗澡吗？我有啦。有吗？还好没闻过说谎的味道。有啦，以结果论来说 ，Bobo 是有刷牙啦。什么结果论来说？结果论，他最后还是刷了。对对，最后有刷。我们重视的是过程。受不了舆论压力。有要打 Boss 吗？怎么了？的苦力怕。哎呀！我们要炸狗狗，我快死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。砰！还有在家吗？我在家，我在家。他是不是要炸人了啊？没有，他没炸人。好，我现在要传神乐 ，biang， 滑下去了啊！他会爆吗？他刚爆，爆一次过了。他自己会爆吗？哎呦！哎呀！直接引爆好像没有，自己不会爆，直接引爆就没了吧？就变成技能引爆哎、欸，那就轻松爆，我先爆。他是看谁啊？他看我啊。哎、欸，那你怎么能砍他啊？因为我过去喽。他死了啊！好、啊啊，我找的份可以吗？嗯，当然，你当然有啊，你找的啊。我找的有你。我刚刚过来，总共被炸飞了一次，然后又然后砍一下又被炸飞一次。他叫了一种冒绿烟，他刚刚就在冒了啊。对啊，临地伏地的时候就在冒了。对，他冒到现在，会掉石头。哎、欸，对，好多血的。说到石头，我刚刚在路上有捡到一个行人石，不知道谁掉了。在路上捡，完全不知道是谁的，然后我就捡走了。我觉得叶妹吧，叶妹死掉，你们打卡之类的。那就能回去哦。好，捡走不是？这是哪里啊？我也要 TP 师傅。哦，啊，你要 TP 我？对啊，我要去挖松杉木。松山木，松山站我知道啦。松山的新木，我这边新一木啦，我这边那个新一木你要不要？新一木，我这边是淡水木哦。我找到松阳木了，他妹妹有救了，不用演了。哦，好记得。哎，是要帮我吗？我可以帮你挖。我不知道要干嘛，我在东挖挖，西挖挖，东布置西布置啊。东挖挖，西挖挖。东挖挖，西挖挖。你每次要找入口出去，都要找好一阵子。东挖挖，西挖挖，吉挖挖，吉挖挖，像极了爱情。恐怖，像极了爱情，像极了爱情。然后后面就接一句：这样的爱情不要也罢。这样的，可能我有帮你补充两组半。不要也罢，我补充了四组半。我记得最近我都有看到那个梗图，就是说什么爱迪生说像极了爱情，呵呵，他们很久以前就会那个，就看下一个，就放一个伟人呢、啊，放伟人的名字，然后那边断气，就放伟人的名字，感觉就很有道理。放伟人很像谁的名字、欸？哎，放伟人，放伟人，范伟伦，范伟奇，范伟奇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呀这个东西，嘿，怎么办、啊？我觉得照我这样的盖的进度，要盖超级无敌世界九、嗯，因为我都盖到一半就会卡住。你在缺什么、啊？可以帮你去收集。没有，不是缺什么问题，是我有东西，但是在想要怎么弄。缺小啊。对，我通常都是边盖，然后边思考，然后最后就。就出来了，就弃坑了，就出来了，最后就出来了，就出来了，哎呦！不愧是建筑系的呢，不愧是西服、哦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真正的建筑系都会弄好规划的。这个我这样是那个会转系的。对啊，你这个就是属于那种高手 pro 级的，根本不用规划，想到怎么盖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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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像就是我就像爱情，我也不像爱情，爱情。先砍再说，砍团，砍团盖房子不先规划，像极了爱情。爱情就是这么样子的，不按牌理出牌。我的天哪、啊，现在是什么大会？爱情就是不
欸，我记得我看到你就很白痴，讲不出来。爱情就是有酸甜苦辣，上品上级的爱情，看得到口味吗？你知道我的人是打什么啊？我不要吉娃娃的爱情，不要也罢，好不好？这就我早上po的、欸。我这边有烂笑话、欸，你知道什么动物最讨厌爱情吗？什么？答案是大象，因为像极了爱情。像极了爱情。这个爱情做了什么？你要针对他？饕餮啊！笑死！伟大妹夫过气了，没有错啦。梅夫已经 old fashion 了，好吗？ old fashion 没人要，没人要讲了。流行每天都在变，特啊！我突然有点中气了，怎么了？我的标题打梅夫，还是梅夫啊？现在改，现在改，要改下集的爱情，不要梅夫了。爱情，跟你讲，我们要走在时尚尖端，我们要跟上，跟上。我，你怎么过来的？我看到僵尸在我屁股后面，马上回家。哦哦哦！赶快找师傅求救啊！收起来了。师傅，有僵尸！完了，我也没有救我。咒语是这样子吗？怎样？没有啊，刚刚叫我没有讲咒语就算了。哦、oh, ，他现在都不讲了。可是现在已经很少人在讲了吧？是吗？我还是乱乱啊，有时候我还是要乱叫一下。你刚刚连沟通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会乱叫的，有没有？你要补一下。啊！补一下。啊，是这样。好敷衍哦。哦。哇，哎、欸，你知道有时候咒语就是要这样。你知道有些人放咒语的时候，就在那边啊吼哈嘿。快使用双节棍，对不对？哈嘿。这个是双节棍还是单节棍？啊！我回不去了。啊，哦哈伊，是那个双节棍打到自己吧？对吧？啊！自己被敲到啊！其实我觉得杰克你刚刚那个叫声不像是被打到。还有人有真能值吗？有啊，我有三个。来，多少麦？多少麦？一颗以前多少啊？16啊，16啊，好像涨价吗？那是哈记的定价、啊，哈记讲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以后就变公道价了。哈记公定价啊，都15啦，15比较好算啊。15吗？好啦15啊。可是你16也可以呀、啊。对啊，你说刚好四颗一组啊？对啊，16是六分之一的64哎、欸，四分之一啦。Yeah, 我现在在楼上等着你来交易。交易。交流，让我找一下一个东西哦。有点可怕，这个交流。交流很恐怖吗？为什么？不会恐怖。哎，请问大平台那两格高的图是酱油叠的吗？啊？大平台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叠。一个两格高的图，亲眼看到它叠，穿过。没有叠啦，我用跳的呢。我亲眼看到你叠，我要不要记录档啊？那个回放给你看。拜托、啊欸欸，我跟你讲，我是用跳的呢，我等下看我自己的记录的。然后就看对，就是我。就是我。不是啊，看过去了没挖？那我问一下，请问一下啊，我的观众们，我真的有给吗？我记得我还记得。他求的时候对，他求的4444444。那请问你怎么跳过两格高的图？对啊，请问你是怎么跳的？两格高的图哦。跳的时候没有图啊。我觉得我是直接是觉得你还是弄出来好了，我是酱油了，我弄出来，可是我这边有记录的啊。等一下，我现在马上就像百口莫辩的，这个青青石怎么都不见了？对啊，青青石嘞，有啊，不是跑回去了吗？哎、有多补一些了，有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他不见了，他在看呐、啊，还没在看、欸欸。我观众说我一直用跳的哦。那我只好翻记录了，来吧，翻，我现在也在翻啊，我在找钱在哪里。那你要不要先交易？我很，我很急。你把要交易的人放在那里啊，杰克。你看，
你要一个还是三颗？我三颗，三颗，三颗，1:15。嗯，好，一比丫丫。师傅，我会赚钱呐、啊！你要赚钱，然后你要去，你要去打官司。赚钱打官司，我要打官司了。也要打官司了。天哪！有纠纷吗？有纠纷吗？请留着。下礼拜就可以了，可能要下下下吧，或下下下下下这么久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还在努力，不知道还要多久，还在努力，还在努力中啊！这个好像也是不要弄掉。啊！感谢我那时候给你个铲，是铲子吗？跑速度啊？什么东西？那时候我不是有用一把那个铲子跑快？那速度是多少？忘了。38%。38%。哦，那时候我真的是还蛮……哎、欸，我问一个问题，哎、欸、，YT 现在怎么播广告、嗯？不是有一个右上角会有东西可以点、啊？右上角，右上角，在有一个钱钱哦，插入广告吗？好，大家一起按吧。插入广告，那就按一下广告吧，大家一起按吧。啊，你都讲 了，哎呀，等一下，我先去安全一点的地方。不好意思，放一下啊。就是想说提醒你们，啊、想到说啊，对，我要播哎、欸，在外面播个广告，没铺。哎、欸哦，你吓死我！我也是用一般的稿子，但是用丝绸啊。哦，啊，你要什么？1:15，真的是。哦，不是啦，我刚刚只是随便喊喊，我要去看一下有没有啦。哦，去看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乱喊价，好了，我按一下啦。我看看。我现在是想要做，就是另一把剑是全部放在。副手的哦，不是是，被打成网友是是允月的 ID 耶、欸，哦，赔什么钱？啊，所以是允，所以是允月叠的、哦，对，允月叠的，哦，在平原上的、哦，在那个、啊、上面上面那个屏障区啊，屏障区，屏障区，屏障区，我要传送，我要传送那个啊，要传送到海底，那在。太近了，没办法传。哦、跳，所以抓到凶手，抓到了。酱油，所以应该是完全没意识到吗？等一下，我是为了传送啊，我是为当时要去找酱油，讲说传送是跳。啊，我没有注意到你在讲传送。啊，我还想到，我想到隐约是有意识还是没有意识到？因为如果有意识的话，那就隐约刚刚是，我不要讲，不要讲，嘘。酱油背锅，你们在讲上面传送的。酱油背锅，我也没有意思，你们在讲上面的那个，我有看到整个案发过程。我的话哈，就只是纯粹在那边跟你们一起哈。我根本没看到。我要反那个反告他自己。赖，诬告，诬告，天哪！他找一颗钻石了，酱油，酱油。他制裁了，他制裁了，少一颗钻石，少一颗钻石，我快笑死，太好笑了吧？没广告是不是？我狂点呀，嗯，就是有关于剑，嗯，好，有关于剑帝这东西，不是有惯用手跟非惯用手，对，那请问你冲洗的时候是会在同一个位置吗？还是？你说洗能石还是真能洗能石下去，洗能就不会变得只有数字变一样，所以非惯用手还是非惯用手？对啊，哦，啊凶，哦好，干嘛有趣对吗？有趣 ，interesting， 来看杰克洗，好的洗一次，来看杰克洗。来看杰克西，哇哦，哇哦，哎，28%跑速，哇，好快，八跑速，哎、欸，等下有两个100吗？是两个100，哎、欸，两，哎、欸，两个攻击100，好强哦，哇哦，猛哦，猛哦，劳动服务是什么鬼？20%攻击伤害跟2攻击伤害，哦，好强，哇，你可以当双刀流哎，是的，啊。
丢。我讲，我现在双刀流还零 CD。要吧？哦、好扯哦，好扯，夸张，就送快接近零 CD。哎、欸，嘿、欸，我把中介的路拓宽并且对称了。对、哎、哦。姿态多小。瑞瑶，睡啦！现在有救牌一下啊？哈？他是说哈？他是说哈还是好啊？我说哈、啊，我扣了一颗半。嗯，不是上面有个铁巨人让你砍吗？对啊，我只想说直接砍有钻装的人。哦哦，还是你只想砍酱油？哦、没有没有没有。力量二，力量二是给多四颗吗？好像是，这个效力量二效果。嗯，哇，这石英高强，巨强。借幸运稿，我这边只有五啦，有人有六啦。这个低收户、低收入户的要，低收入户还有五颗钻石，借吗？借吗？借吗？啊？小雨在哪里？啊？团团啊？干嘛啦？是哈记啦？是哈记要借啦？啊、嗯，这样这样，我刚刚在呆掉。你说你要借幸运稿，这里，下面。请问还有人有？蓝冰啊，就没挖扑屁啊！请问还有人有真的吗？真的。是还有啦，真人哦，我不知道我箱子里面有没有。我看一下，你可以去我箱子看，有的话你把钱放进去就好。好，我有三颗，钱放进去三颗，三颗算是一比一。那我就要去法院了喽。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嗯，还没好啦。哪一个？哦，你有诈骗集团呢、啊？你有一个真人，然后一个醒的，一个重置。好啊，那你拿、嗯。我现在没有在用。好，那我拿一个真人。行。那我放一颗。放一颗什么啊？好好说啊。好好。小雨，我飞你哦。小雨，我飞你哦。啊，我地狱。啊！那飞杰克好了。好，我在地狱。那杰克，我飞你哦。好，我在天堂。啊，你在地狱。啊，你在地狱。而且我刚刚我的剑重置下去啊，嗯，平均七十以上，好爽。好强啊！太爽了，三排跑速两排攻击。是天选之人呢。定你。蛮爽的吧？嗯，对啊，直接该打字了。什么东西？就箱子上面的告示牌，因为刚繁星讲到会卡的问题嘛，所以想说啊，算了，那就改。哎呦，朱布林哦，确实好像你们今天全部都改了吗？嗯，改掉了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今天就没有像是你们说的那个 FPS。掉到三十的问题，对，这次都正常，我就不知道是上次我电脑问题还是怎样。啊，朱布林，完了，死掉，扣一颗，掉啦，扣一颗，可以找路、欸。所以现在是哈奇扣到两颗了，是不是？好像是哦。嗯，没有啊。一次是朱布林，然后一次是凋零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记性好好，天哪、啊，哇，好好。那讲你还可以再一年，你还可以再一年，可以再一年。天哪！看到一只乌贼在飞耶、欸。对啊，飞天乌贼。那个一直都在飞啊。对啊，因为飘飘河啊。那个赛船的那个。飘飘河一直。你应该是因为那个啦，那鱼会飞起来。是说女巫啊，那是女巫哎、欸。哦，就是等一下你就会断线。你现在看到东西在飞。女巫哎、欸，女巫什么女巫在哪里？boss、在那个巫巫啊，
火药区，火药区，火药区。她是原本叫黑暗女巫啊。好呀。啊啊！哎，哈记。我要看哇，但不是，你怎么那么顺？是我把泱泱喊断线了。对啊，不是，这是音波攻击的。对啊，我才刚过来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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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了，我刚是跑出去的，是跑出去的。刚才跑出去，他不是我哦，是我，是我。可是你快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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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不要去补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没有，就哈基在打前面，然后后面有人躲，然后后面只有杰克你一个啊。不是啊，我才刚到哎、欸。是我，我刚有讲是我。哦，抱歉。啊，只是你刚飞的姿势很帅、欸。我先回血，等下在哪？云云、啊、加油！我没有，我最后看他死前的一幕，死前的一幕。我现在赌鬼，赌鬼。所以是谁的头啊？刚刚我的，我的。可是我刚刚不知道钻石有没有多，我要看一下，看一下回放。又要看回放，现在是大家人都要看回放那样。不是啊，因为我刚刚没有看我身上有剩多少钻石。回放喽！还是有观众可以帮我看一下？还是我身上这些啊？不知道，小资不灵，只会逃跑。你身上钻石有多吗？我忘记我身上有没有钻石，然后这里现在身上也不少。那应该是你洗澡啊。嗯，他掉会不会可不可以改那个打字公告出来啊？掉了几个这样？掉多少？对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嗯，哦，酱油。啊？怎么了？应该我没洗澡了，因为我刚刚还打算要买那个啊真人石，然后刚刚是掉真人石，注意了。啊，刚刚是几个人呢、啊？酱油、繁星、我、你这样。好，那、啊、酱油有没有打到？我不知道。我有打，可是你是不是在很后面、很后面才去摸到那两下？我看到杰克被捅的瞬间。哦，你是说杰克被烧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就是我打到一半，我看到他被捅的瞬间。太可怕了！哦。哎、欸，快十点了，我再去买一张。谢谢。你们现在看到那个。精英怪就很像是那些饿很久的大食客要吃东西的感觉。对啊，钱，我要钱，给我钱，一个完美演绎，给我钱，圈圈圈，我要圈圈圈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像丧尸哦，人家丧尸看人类，我们看钱，欸、然后说都说丧尸吃脑，可是我看他们都没有在吃脑的、欸，不是吗？他们都吃，都咬了，他们都吃肉，对啊，对啊，他们没有人在咬脑，而是咬什么身体之类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看那个异食入，他们都吃肠子、欸，哎，都、啊、都咬的、嗯嗯。他们可能喜欢，哎、欸，不对，肠子不就是大便吗？还是是要到大肠才有？没有，肠子不是大便呐、啊，哦，到大肠才有，到大肠，到大肠消化消化系统前，对啊。对啊，所以是大肠才有嘛，对不对？嗯嗯，那就要看他吃的是小肠还是大肠喽。哦，他们吃肠子吃的很爽啊。那应该都是吃小肠。哎呀，怎么僵尸牙齿都烂光了，没办法。宝贝好软，咬不到。啊，吃一些内脏啊，内脏比较软啊。脑壳太硬，撬不开。最软的那一块。嗯。心里最软的那一块。软软的，哦，不要再惯用手。我现在已经在等十点了，我等了好久。太快了，没有，因为他刚刚不是一直那个吗？对啊，一直爆炸，没办法。对啊，我刚不知道，好像可能问题不止一处，所以我都不去了。QQ 难过，我刚看 CPU 直接飙100，哎，吓死！我觉得那感觉是电脑怪怪的、哦。我觉得你的电脑可能中什么？是不是在宰什么？没有，你的实际有没有更新啊？正常不太可能冲到100。对，嗯，通常都是出问题才会。昨天还有人 SK 被盗、哦。对啊，对，就是一些东西。哦，你有没有点到链接、啊？我超那个，我没点到。哎、欸，我还一个一个去把那个链接删掉。我有点到，你怎么敢点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哎、啊，林子以为小雨怎么传给他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那到然后前面 Google 网址又是 Google， 我说
没有绿芽王子。所以点进去有什么、啊？没东西，就是很像什么政治杀回的，然后啊，政治。我看我昨天看那个记录，他是什么什么越南的那个，对对对对 ，IP 是越南哦，被登录 是？对啊，登录位置真的就是网络上看到的链接，真的要小心，不要乱点，对，不要乱点。现在又改一下密码吧。有啊，我密码改了，然后我还改那个，因为我原本就有手机要登录认证，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到底是为什么。因为照理来说，我应该要登录的时候，我手机要确认才有办法。结果居然没有。对啊，然后我就再绑了一个电话号码的认证。嗯，就是直接绕过去哦，双重认证。哎，我看他说现在有一个病毒是，如果你更新 Google 的话，就会中了。更新 Google 什么意思？就是你 Google 网页，你 Google 网页它会跟你说要更新啊。网页更新，这是假更新，这是假更新，这是假的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更新的。它有时候会跳出来，麻烦。还有什么？恭喜你，你是第一百个中奖者。对，看就是假的啊，烂透了。抽中星巴克。我之前有看过我的 Google 说什么，我 Google 说，哎，我的网页中毒了什么的，然后我就那个也是病毒啊，那也是假的，那都是假的。他说你的网页中毒了，赶快去打什么什么防毒软件。吓你的，金山卫视是假的。是手机也很多啊，手机还会写说什么哦，你的系统已经什么，你的 iPhone 系统已经中了病毒什么什么，你应该要去安装什么什么，那都全部都不要理他好不好？那个真的是没，那个你点了才会中，你不要理他都没事好吗？哎、欸，你这个远远看超像 TNT 的、欸，好恐怖哦 ！TNT， 你回头看哈基家那边，好，我在很多其他，哦，真的，看你超像 TNT 的，很多防毒软件他们本身就会制造病毒。然后让我们自家的可以去解，但其他家的没办法解。嗯，故意的，大家都是那个啊，养蛊专家。养蛊专家真的，养蛊专家自己卖解药，然后自己再卖一个另一个很强的毒药，别人没有这个解药这样子，只有我家有，这样你才可以才会去买他的房子，对啊，才会去买他。好想点燃哦。色哥燃烧键点起来。哎，你这个怎么让我想要进击的巨人啊？高强。现在空间真的是换我的，不是啊，换你啦！你先下来，你远远看，这真的超像 TNT 的，真的真的，你飞远一点，你飞远一点，你飞到天你飞到我家那边去，远一点，来这里来这里，有没有？一整片的 TNT 走了，有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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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我才是说想点燃它，我去你家拿剑士，怪他。第一百万个登录者还送 iPhone， 而且送来是 iPhone 4，好烂，太旧了，太烂啦，太旧了，旧版的 iPhone 加花机就夹得到了呢。对啊，啊真的假的？我看到有，现在应该4000块、5000块就可以买得到。对啊，看到我大傻眼，然后 iPhone 来在加花机里面那夹，哎，可是。可是我觉得，可是搞不好只有 iPhone 的盒子而已啊。对啊，也说不定只有 iPhone 盒子。然后里面是杂牌。那这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再收集久一点，搞不好就变成很值钱的古董。之前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那个娃娃机夹那个，因为他都会夹模型，有些娃娃机不是有模型吗？对啊。然后他就是给你贴墙壁，很难夹。他就看到有一个，他是放那个 Switch 的那个盒子。嗯，然后他就很好奇，他就花五六百去夹五六十次，结果夹出来里面是一台 Game Boy。我是不是射到空中射到自己啊？啊？不然谁解嘛？对啊，因为我看到反应突然修起来，耶！附近没人啊？我没有那个，地上好多石英，我都没有燃烧。然后我要等乐透了，我也要等乐透。最后两分钟去压，把我的乐透拿出来。哎呀，是不是准备要兑奖了？对啊，应该出一个电脑选号。嗯，应该出一个电脑选号。哦，就随机是不是？哎呦，有办法做到啊？感觉就是发射台那个啊，就是抽奖机啊。对啊，抽奖机。阿纪最会盖了呢。抽奖机。等开奖。哇。我今天修补书有将近一箱哎、欸，你换那么多，你要一口气在上面放着卖是不是？我上面那一箱已经放满了，然后我下面
家里有大的箱子也快放满了，现在囤货了，越来越多，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差不多了。对，因为前阵子有那个啊，村庄英雄啊，嗯，然后只找一颗，我就刚刚想说，通通先多买一点，多囤一点，哇，先囤起来，我要去上面等开奖，我们已经在上面，我要两个手都拿着彩票。阿基想问一下，就是彩券啊，假如没有中的话，是头颅继续在上面吗？没有吧，没有，就全部重来啊，再刷新就没啦，就是刷新全部就刷新，累积到下一次啊。我想要像大风四一样哦，累积大风不行啦，不行啦，突然好想玩大风哦。突然安静耶，吓到！一瞬间安静，怎么了？瞬间，一直大家没讲话而已，大家不讲话，害怕。突然好想玩大风哦！哼，不要跟酱油玩，他超坏的。我哪有、啊？你知道吗？那时候跟他玩，全场我的地就只有两个而已哦。他第十一个、十二个跟我讲说他很可怜、很穷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他最贱的是我两个地其中一个还是最大的那个地，他还给我用那土地公还是什么购地卡给他买走，我他买走，好坏哦，这个人真的好牛哦。不是我那时候土地很多，但是我钱很少哦。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知道那个踩到你地是很恐怖的，我钱多也没有用，好不好？我记得最后我是用那个吧，陷害卡是是、哎。有了，这是一个开始哦，这是开始，只要开始，有人出国了回不来。哇！哦不，我进监狱了。哦，我以为大家没中，是我断线。没有。预祝大家中大吉啊！我另外两个号码是什么？两个号码。哦偷看一下我的手，他其实手动自己打，没有。我其实还蛮期待这一次大家都共估哎、欸，九十三，九十三，九十三是什么？这个是系统出问题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哦。哎呀，官方诈骗呢？我要去九十三了，九十三怎样？遇到四招，我要去法院的，我要告你哦。这个真的要告政府，我要告你。我要告政府。笑死，这是骗人啊！原来这些都是商业骗案，真的。丢这个啊！哎呦，太可怕了。可是我真的还蛮期望公布。三十二，阿杰克，哎呦，用秒秒去包牌。哦，你下面包牌，哎呦，真的你包下面，哇，33-43，好爽啊！哇，为什么不是25？这样我就可以跟你对分了。对，啊，中间这张，哎，哦，哎呀，啊，再见，这个机会不属于我。啊，果然我没有偏财运。我觉得自从拿到肉粽以后，运气一直转急下。哎，你幸好拿到好东西过跑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要地板肉粽再吃。运气用完了。天哪！吃到满了，我先去拿去放。啊，我要下去了啦，我要去这里了。我要走了，我要坐在这里。有人在捐赠箱里面放垃圾啦！啊，捐赠箱。哎，坐着了，以示不满。以后不抽了，以后不抽了。不抽了。我以后就买一张就好了，反正我中就会中，不中就不会中了。得知这个我们落选的心情，你看天空都为我哭泣了。真的。像极了爱情。刚刚的93可能是我们其中一个人的。啊，对呀，哎呀，上天都在为我们哭呢。哭了。哇，53个砖哎，54个砖哎，53个砖啊！不想听，不想听，不想听。什么？我没听到。哎，你是不是应该跟雨月一样捐赠一下啊？哎，对，雨月有捐呢。我是个自私的人类。哎呦，我就自私。突然有钱了，什么的，哎，
一切都变了，关台了，关台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难过的要休息了，哎，今天怎么不下去了？哎，今天没有吗？今天就直接关了吗？哎，今天只有我们三个坐在这里，我们三个坐在这边等。哇，我在整理东西了，阿姨啊，哎呀，过年会还下雨呢？对啊，还下雨呢，来了，心灰意冷，我回家了。等一下啦，我要整理了，等一下啦。好了，来了啦，来了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不要等了。啊，央是过不来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不行，我要保留。没关系，你有保留席。你有保留席。我的那个来了来了，是哪里去了？哪里去了？夹头刀了，夹头刀了，那个就不要了啦！来了，你也是有中过奖的啦！哎，对啊，你也是中过奖，你有那么说过啦？哎，可是你有那个吗？捷克的30颗还是你月给的哎、欸，对耶，捐钱出来的、啊，你看就是这种人啦。哎呀，真的是。没有捷克，你要想一下，跟老面一样，你要把那个抖出来，懂吗？要发酵，要给钻石发酵，就被发酵，笑。啊、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啦，下一次我们就可以玩我们的副本咯。Yeah! 哦，下次应该就会更新那个锻造可以加耐久。Yeah! 哦，下次还有特别的其他活动，对。大王以外，大家期待。好，好啦，父亲节对不对？不好说。耶！拜拜！你要打我啦！我在摸你，我在吸你的欧气。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痛啊？你怎么快死了！好啦，我来感谢一下，因为新版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看呢、欸。你们等我一下哦、喔，我先结个尾哈。先结个尾。感谢今晚的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好了啦，好啦，今晚轻松生存到这边啦，感谢今晚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小铃铛也记得开哦。哦，好不会念哦。看一下哦，我打空手力量了。看一下有谁哦，都还在吧？看一下，小奈的25港币，哇、哦，这好难念哦！我的天，我看这好难念啊！小奈的25港币，然后欧弟的30元，牛奶的15港币，欧弟的30元，小仔的25港币，谁？小奈的15港币，啊？诺言的港币，杰兰的30港币，森姆的25港币，蚊子的150元，这只的150元，汤包包的150元，小雨的150元，好难念哦，这只的300元。成的25块，成的50块，老鸡的30块，欧弟的30块，娜娜的25港币，诺言的25港币，好，没了。好啦，感谢今晚收看，还有加会员第一次加的可以私讯 YT， 私讯粉专，嘿，那个会有小帮手给你那个进托的序号跟。跟 DC 群，感谢交仔15港币，哎、欸、啊，就这样子。那有在讨论说，如果没有成为会员，但是支持有到一定金额，也是可以进群啦、啊、我们有在讨论这个啦。好啦，那明天继续收看啦。我好久没回来 YT， 感觉变好奇怪哦、喔。好啦，感谢各位啊，晚安咯。再播一下广告。
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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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按这个吗？结束。哦。